这是给他们的礼物，当然也有你的。 Merry Christmas. You该不会一直以为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吧？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，舰长。 圣诞老人或许是个童话，但圣诞礼物可以是真的。希尔乖乖早睡的话，圣诞老人会来吗？希尔依旧相信圣诞老人是存在的。唉，去准备礼物吧，舰长。 圣诞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呢？ 圣诞老人，可以听听我的愿望吗？ 就算长大了，我还是可以收礼物的吧。 长官， 我可以提前预约你明年圣诞的时间吗？ 舰长大人， 您对装点圣诞树有兴趣吗？ 大家都去街上庆祝了， 正是行动的好机会。